山东照宫，在九能山战国时代甲斐的武将严嵩构筑了九能城。后来家康公完成了天下统一大业之后，这里成为德川的守护城。1616年4月17日，家康公在郡府城为75岁的一僧画上了休止符。根据家康公的遗言，当天家康公被埋葬在九能山这里。依照二代将军秀忠公的命令，仅仅用了1年7个月建造了九能山东照宫。